2017年3月，他给我打雪仗。石班，快点这边！石班，快点！哇，好漂亮！等一下我去那边躺雪。哇塞，好漂亮哦！陈志邦，你要用录影的模式啊？对啊，录影啊！耳朵掉进去了，真的啊？你自己播啦？你帮我用啊？陈志邦给我丢雪，雪把我丢到哪里去啦？耳朵里啦。